俺们家这阵容犹如狗屎一般呢。一没控制，二没伤害，我的天，这把上路得靠俺们自己了。First blood。嗯，完了，还死一个。闪得快呀、啊，兄弟。嗯，完事还是个薅着打野，你看。Minion 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这把主要看他薅着跟刀锋能不能游起来。这也行、啊、截他去，一级的小炮啊，去草丛里边截他。你直接一个兵你也别补，别让他打不灭啊！一 A 平 A， 他套点盐，把哪把？这发什么闷法？这很正常，玩的就是凶猛。A 接 Q， 接平 A， 一 A 吃饼干，平 A 接 Q， 再 A 一下骸骨救他一命。干哈呢？可以啊，薅着这波来的比较的及时。回家了，这波我们非常细节啊，让他进草丛丢失视野，顺便在草丛里边插一个眼，先平 A 接 QE 拿下，不是 EAQ， 刚才是 AQE 啊，不是 EAQ， 注意了，这个连招是 AQE。这波主要赖他自己没有眼儿，他如果有个眼儿，我们死了。我来帮你。这算了吧，算了，我得回去收兵了，别害我啊，这波别害。你玩个薅着，你就得做好野怪让人反的准备。呀，没事，这刀锋死不了，没有伤害这俩人。阿古里汤也死的。哎，这么高的虚区吗？这不能啊，有这么高伤害吗？拿到了一个人头，有小番甲。没关系，让他打。放弃，这波直接回家，不打了。我这停。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 초도왕배니. 下波卡白六了，他俩伤害不够，卡白伤害不够，就很烦了啊！他开个 W 的，我还没办法E他。 哎，刚才能杀不？这波比，想想啊，不是不如换了，我E不了啊，咋换咋E啊？E了就挡。我在他 W 圈内为什么不E？我在他 W 圈内有啥用啊？圈内也挡啊。 谁跟你说那个波比 W 圈内不挡了？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 太快了，难打，不行，这英雄还是有点难打，越往后打越难打。 上单小炮这么厉害呀！上单小炮本来打猴就好打呀，他一 W 技能挡我俩 技能，原来还行，原来挡一个，现在一挡挡俩，他也不跟我硬打，他就跟我耗，但是确实是不应该让他给单杀的，哎呀，有点着急了。 太狠烦，打不死啊，兄弟，没有控制，我不上了，我上去他也有闪，不行，杀不了。自从那个小鹿上一波把我们赶开了以后吧，就有点难搞。 还要一个打俩，这技能我躲了他俩，躲了他三个技能啊！完事最后用个惩戒把我给惩戒着了。 싸우면서 얻는 법이지.
次。这把阵容确实不行，这阵容太烂了。而且这破壁英雄可他妈难打了。没有 AP 伤害。纯护甲打不动。真他妈硬！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좋아적은전장의화신입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个莉莉亚要是我们家的就好了。那莉莉亚是对面的，我们家一点 AP 伤害也没有，而且没有控制，一点控没有，流头那都不叫控制。其实也赖我那波太急了，那波急了让他杀了，没把我们杀了就好了，让他给杀了一波，装备让他起来了，略微有点着急了。我不是控制，我这叫软控制，我的控制一共就一秒钟。我一个击飞0.6秒，两个击飞1.2秒，就这控制1.2秒的控制，还没有卡牌一个牌控制的时间长呢。真是难呐。我们这把只能混，AD 卡牌吗？AP 卡牌。哎，可以，后边。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莉莉亚、啊、我看看能不能杀啊，找个位置。
还知道我来了。我感觉我们家哪里是不是有眼儿啊？别打了，等一等再打吧，这打太难打了。下把也来个小炮吧，这东西讲究英雄特质问题，阵容问题。别老俺们一难打点就开始，哎呀，下把玩个这个吧，下把玩个那个吧。那你既然觉得我那么不会玩，那么菜，对面那么狠，那你去看别人直播去，你看我直播干嘛呢？你说对不对？能不能给他换一扫？傻漏。水银鞋不行，太脆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上路压俺们两级，打野压我们家三级，主要就是上野。打野没啥用，这团不能去，这团打不了，一碰就碎，这团战没法打。薅着破败能打，能打个屁！根本就打不了。这把除非那刀锋跟那个薅着两个人游走，一直游野区给对面压住了，中单让对面走不了，见谁秒谁，那行，那可以打。这还劣势，那就只能打个屁了。没人我可上高地了啊。像个精神病似的，你要干啥呀？
不行，打个闪现还行，打个闪现可以接受。有个点炎，这卡牌护甲比我都高。哎，算了个屁的了吧！我一看呢，这蟹手出来也没用，带吧，带吧，一直带吧，能带掉几个塔是几个塔吧。他们要能守住，他们就守；守不住就拉倒，资源能给就给了吧，都不要了。出个黑切，能打动人，单带打动人再说吧。那卡牌刚才把金身摁了是吧？等了十秒钟，刀锋死了，龙就给。继续，不管硬拆。不管硬换硬拆，对面掉几个塔了？对面掉四个塔，我们家掉四个塔还行。来抓你了，抓就抓呗，抓就死，没关系。换塔，你只能单带这把，那把团没个打。单带慢慢单抓。这波去上路找卡牌去，把卡牌杀完以后，我们再带，继续带，一直带。卡牌十四级，我们十一级，把卡牌一杀，直接升两级。嗯，找的。我纳了个闷儿了啊。为什么我 W 放的都这么快了，还是把我晕了呀？真是操的！那卡牌打都打不动，这波得回家守，这波不回家守。胖子，哎，漂亮！小龙，没事啊。牛头往上走，这得小龙啊，小龙快拿呀、啊！顶他！nice， 小龙谁的？我们家的，漂亮。这波看有没有蓝 buff 啊？哎，可以，拉出来打一波。
下路带，继续带。刀锋零杠十，他这把不能怪他啊，不能怪他。这个刀锋其实是尽力了，没办法，他们家下路泰坦太针对他了。你为什么还要追呀？啊？你是觉得你能打得过我是吧？那确实，那旁边有个小鹿。哎呀，这小鹿咋又来了呢？跑得真快呀！这顿追呀！给了吧，给完他们应该能走。为啥非要贪那一波呢？看我嘴型。能看明白不？有超级兵。你给我发信号没有用啊！那下路超级兵得管呢、啊。盯不出来呀，美的盯。失误了，没失误就好了，没失误能杀个泰坦啥的，失误了 Q 没放出来。拜拜。失误，第二段 Q 没 Q 出来，我摁 Q 了 ，Q 没 Q 出来，就有点烦。